First Blood.各位亲爱的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桑恩。今天我们来抽卢米亚新造型尼克斯神域。那我们就从抽奖开始。这造型呢是王者荣耀的双生造型，没记错的话呢，应该也是第一款要抽奖的双生造型。毕竟呢，其他的王者造型来到传说都是直勾的，希望未来也有更多的直勾。那既然是抽奖呢，那我们就来抽一抽吧。我们现在得说一下抽奖方式哦，其实很简单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呢，内圈有六个格子，只有最左边那个九点钟方向的格子呢是我们要的。只要你抽到九点钟方向的格子呢，就有机会出卢米亚的造型。而这次呢也是有保底的，代表呢我们要抽到最左边的格子六次，毕竟外圈呢有六个奖励嘛。没意外的话呢，卢米亚也会是最后一个彩出的。好消息呢是这一次有保底了。另外一个好消息呢是有跳过动画的选项，至少呢不用靠我们的台币再慢慢的喷，至少可以快点喷走哦，把我们的痛苦变得更短暂一点。OK， 小圈圈，像这样子呢，我们抽满五个格子，第六格子才中外圈，继续抽。最大小圈呢，目前已经三个了，四个，五个。果然还是要第六个。这边呢，我们把外圈全部抽完了，那就剩下卢米亚一个。这最后倒数呢，抽到每一圈都保底呢，最后一圈没保底哦，只抽了两抽，也就算我们总共花费4200点。根据官方的数据呢，如果你追非洲非常非洲的话呢，要花费5300点。如果像我这样呢，有一点点好运的话，那就少花1000。那实际上，如果你喜欢影片，不要忘记点个赞，还有订阅给个订阅，打开铃铛。有你们的支持呢，未来才有更多的抽奖。那我们现在说卢米亚这个英雄，卢米亚这个英雄呢，在高端局或者多排，或者实力相当的巅峰局，毕竟巅峰局呢有时候实力是不相当的。正常情况之下呢，卢米亚其实是挺强的，在外服呢甚至有 T0 的排位评价。不过呢，我觉得他大概是 T1 左右而已。他的凯瑞能力呢，貌似没有有位移的英雄，像是图伦啊、萨迦、莉莉安呢。那些英雄呢，在队友爆炸情况之下，也有机会可以凯瑞。卢米亚的话呢，毕竟他是一个团战型英雄，他的单带拉扯能力呢，可能没有我们刚刚说到的上述有位移法师好。不过呢，如果单纯比团战的话，卢米亚应该是里面最强的。毕竟呢，我们可以很频繁的范围控场，而且呢，到中后期等你装备买出来之后，我们的伤害还十分的高，范围大，手长，伤害高，有很多的控制。我们123全是控制哦，还是 AOE 范围控制，由此可见的这英雄很强。尤其是打团战的时候呢，敌方五个走在一起，一个大招下去会非常的舒服。再来呢，如果你开大的时候，你队友有配合有跟得上，那会更加舒服。那我们的下一个备战的部分，核心魔文都要带万钧圣雷，一技能手很长，很容易触发，配合大招呢也很容易剪头。奥义部分带荒芜精灵玷污，出装部分呢最常说是这一套了。如果敌方呢没有补血的话，我们可以把聚魂路改成邪灵，也可以把聚魂路改成灵霜宝珠哦。不过是晚点出，我们要先买个小面具就是。关于恶魔跟暴力法杖该先出哪一个呢？其实呢，你可以择一，也可以两个都出。我觉得两个都出的效益还挺好的，只是呢你要注意一下你的经济发育状况。有钱的话呢。假设前期有拿到头，你早点买出暴烈跟巫妖王冠，那会很强。如果很穷的话呢，那至少买一个恶魔微笑去恶心人。这边敌方有纳克罗斯哦，纳克罗斯的八体呢会有一点克制我们在前期的部分。主要是呢纳克的大招有八体啊，而且前期如果一套 all in 打到底呢，他伤害会高一点，他能够秒我们，我们秒不了他。不过呢，待我们买出装备之后，到了中后期情况就会有所改变。中后期的纳克罗斯太脆皮，我们几下呢就可以扎死他。尤其是呢，如果拿到先手拳，也可以一套把他控死的。
不过呢，如果敌方有买仙灵的话，那就另外说了。有买仙灵的话呢，那代表他伤害不会太高，那你的射手就会更安全。很多人都要考虑到团队的关系。不过露米亚出装呢，正常来说用这一套就没问题。刚前面第一波呢，我们会死，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买韧性鞋哦，只要被空到的话呢，会很烦。像是敌方的蓝呢，还有他们的爱丽丝，这边呢被尼巴纳克罗斯粘到，而且后面一个蓝跟着他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前期得该谨慎一点了，毕竟呢我们不像莉莉安等等的有位移的英雄。不过呢，我目标还是放在打团了。守塔的能力呢，露米亚是挺好的，没有到迪拉克那么顶尖，不过呢也是数一数二强了。我们一个人呢都可以守下来了，有队友在的话呢更容易守。敌方入门蓝，我们先过来帮一帮。OK， 抓他跟阿克罗斯，报仇雪恨，留着这个蓝。我们的兔子呢打赢了家了，可以扒过来的。我们先过去帮一帮。三只在拆塔。OK。我没有猜到这蓝有大招的，可惜了点。我们虽然有点惨，那也没办法了。辅助呢回来中路，中路在打架呀。这把呢很常在打架。好消息是呢，敌方能力在这边比较多呀，放在中。欧盟队友呢，像我们的射手跟甲虫是有经济的，所以拖到后期的话呢。加上我们有团战能力，应该是更优势的一方。敌方树呢也会预判呢，也是有点东西的，我们先回家补一补。基本上我们的走位呢会让他猜，猜我走位还是不走位。OK， 蓝区在打架，我们大招还没转好，前期冷却比较长。像沙尼啊，我们的坦克前排在前面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定要往队友靠过去啊，要给支援。如果你的坦克前排在前面扛呢，而我们再跑去吃兵做其他事情，那就太没人情味了。玩个游戏呢，还是得配合一下队友。哦，注意这个树，他死定了。在这么近距离呢，就算他还有位移，我们还有一技能，就是等他加完位移的时候我们再用的。卢米亚呢有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前面的伤害会有点低，一套老人伤害不高，不过控场是很坑的。但我们买出了关键的大装，像是暴雷跟恶魔，伤害就明显的提升，那时候卢米亚呢就会非常的强。不管什么时期呢，我们的团战能力、范围控场还有全图资源的大招还是很有料的。再来呢就是我们大招可以看隐形，大招呢什么时候该看视野，什么时候该打团，还是要看你的队友还有整体的状况来判断。消耗一下敌方的树，这边伤害已经慢慢起来了，他想守这个塔呢就要再吃一个，这大招留着他就不要剩一点血跑掉了。有我们的恶魔微笑呢加上麦克斯的烧，可惜就是没烧死他。我们注意到 Knuckles 在下面呢，所以上面是安全的，下面有三只魔龙鹿，两只在二打三撑了很久。麦克斯飞过去敌方的 Knuckles 成功带走，那还不错。我们大招还有点时间了，那就先回家。下路看起来是有打赢了，看到我们队友是很骄傲的，沙尼跟史兰兹撑了很久。虽然说呢，卢米亚要经济才有伤害，不过呢，如果是清兵跟资源，除非会掉塔，不然的话呢，还是资源比较好，资源为主。哦，说那么久呢，都没提到这造型。这造型呢，一句话就是华丽，皮肤华丽，特效华丽，技能组也很华丽。尤其是开大的时候呢，有个石头砸下来，看起来好像很痛的样子，实际上好像没有很痛。所以啊，还是好好发育吧。经常买出暴烈巫妖还有混沌恶魔，让我们大招变得超级痛。当然呢，那是情况允许的之下，如果情况不允许呢，我们还是要支援为主，多拿点参团帮队友控场输出消耗等等的。
三姨还在撑呢。这边炸到敌方人群，可惜他们的辅助是海伦了，海伦太补了。如果不是海伦，是其他人，本来就可以杀掉全部了。像刚刚残血的阿杜恩又补起来了。这里呢差一点哦，我买了是冷却血，直接被控死。如果能动的话呢，应该是可以秒掉树的。我们还有强化一技能跟一技能。这边团战打起来，我们留一留人，追到甲虫在左边，他大招还没转好呀。敌方的蓝刚刚出来了，我们可以准备去吃凯撒。这边甲虫去推上路兵线，那我们往后，先往后拉一下，注意那克罗斯的动向。如果被他贴到呢，他有大招的话，我们会麻烦。不要一个人绕单，被他贴到就好，旁边有队友的话就不怕他。这草呢应该是挺安全的，如果敌方没开图的话。消耗一下，去海瑞。纳克罗斯在清上路兵线，那我们有凯撒的视野，凯撒是安全的。敌方人在下路露头，那我们清完这个兵，哦，纳克这个位置呢，他跑不掉了，可以成功包围他。他只能往这边走了。他交过位移之后呢，那就没地方可逃，只有大招一技能把他带走。刚如果他不交位移呢，也要被我们接一整套哦。OK， 留着海伦，这边的输在点人，可是没关系哦。这波呢，我们打了一只，可是敌方打三。等等技能冷却好，强化一技能加瞬移，秒掉敌方的输。这边剩下一个蓝。我们有三只，还有兔子，还有冰扇。蓝一个人呢，看来是守不住了，他连超级兵都清不掉的。那最后就撤回珠宝，游戏结束了。以上是他卢米尔的全新造型，王者荣耀的双生造型。如果保底的话呢，要5300点。好不划算的话呢，就见仁见智了。那我觉得呢，如果是直勾的话，可能会更好一点。就我是三恩，感谢你收看，喜欢的话记得按赞、订阅、打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